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拆奇趣蛋玩具。这个是超级战舰。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战舰，很酷哟！里面有许多款战舰、战斗机，小朋友们喜欢哪一款啊？它们都可以拼装哦。两包综合味糖果，超级战舰贴纸，哇，战舰好庞大！这是一架战斗机，很简单哦。拼装出来了，小朋友们喜欢吗？再拆一个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在百宝袋里面找什么呢？看他的表情，我想他可能是找好吃的，嘿嘿。把它拆开了，亲爱的哆啦 A 梦，我都舍不得拆开它了呢。小朋友们喜欢它吗？那就快玩玩吧，有好玩的。一大块巧克力，小朋友们喜欢吃巧克力吗？吃完了记得漱口哦。这个是工程车，好像是破碎机。这边有拼装方法，我们赶快把它拼出来吧。完成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